I will see you guys soon. 等我，好。 还没有看 Three Kings in a Pod 的，赶快去看。没错，11月13号，全岛隆重上映。再次谢谢一如，我们再见。Thank you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等一下回家小心哦。拜拜，拜拜，谢谢，谢谢。辛苦，努力，谢谢。OK，Thank you，拜拜。